这江水如此汹涌，要过江可真不容易。大相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暂时折返？不能折返，之前的山路险恶，好不容易走过来了，绝不能回头。可是这里是绝壁险崖，不便在此扎营。天色又即将转暗，这如何是好？ 王爷，江水虽凶，但并不深。臣想请公主下马车，再由卫兵护着步行渡江，这应该是最安全的办法了。这……哎，王爷，您瞧。 没想到，你看。